姐妹们开饭，今天我们吃猪蹄，还有我们农家手工麻辣梅豆腐，平时都是发两瓶，今天给姐妹们发三瓶，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姐妹们不用放冰箱，直接开盖子吃，开过盖子的把盖子盖紧，如果你们那边有地暖，屋里面比较暖和，盖子盖紧放冰箱保鲜室，没有的话直接放常温就可以了，盖子一定要盖紧哦。这个梅豆腐就是农村自己做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姐妹们放放心心吃，香。姐妹们平时不怎么能吃辣的，你就选那个香辣，能吃辣的都选麻辣。好香，最后一起吃。这个梅豆腐是用酸汤点的豆腐，为什么我每次炖猪蹄都不会炖得那么透骨呢？
这样吃猪蹄才好吃。哎呦，咱们看。